你说这个大龙小凤这两个孩子怎么那么倔呢？不是这事儿啊，别跟我嚷。哎呀，你真厉害，你真是我的媳妇儿，我跟谁都绕得过去，就跟你绕不过去。我在想宝子。你说我要杀了他，他是大红的儿子，是我的外甥，我要不杀他，他当汉奸。你可有证据啊？我已经让松林在省里查过了，他是个败类，是个比柳爷还坏的败类。这孩子还真当汉奸了？我告诉愣王盯着他点儿，我得想个法子让他回去报信儿，把日本人给引过来。我想打仗，就在柳镇这块地盘上，我要杀鬼子。你真要打仗啊？哎，你瞧瞧，你都快50的人了，你还想打仗？我是谁？我是柳先生，我是柳镇老百姓心目中的柳先生，我就得保他们一方平安。现在我再不打，等鬼子打到家门，那就完了，值了。好，反正咱儿子女儿每天嚷嚷着要去前线打仗，现在好了，你们爷儿仨有话聊了。这个大龙和小凤啊，可能从小就受袁先生的影响吧。对了，今天宝子说这个袁先生是八路军的一个师长，你信吗？信啊，你看他调教出来的学生哪个不是心系国家，这些年啊你都有变化。我变什么呀？以前你开口闭口总说，哎，我只管柳镇的事儿，这省里国家的事儿啊我通通不管。现在瞧瞧你自己，你这呀是不是受了袁先生的影响啊？你这么一说，这袁先生还真是共产党。看看这本书，这是我从儿子那儿借来的。我猜啊，这就是袁先生捎来的。爹娘，我们老师在课上说了，鬼子从省城打过来了，咱们的部队打了场大仗，有大批的伤员和难民撤了下来，没药也没有粮食。你看，我刚想跟他们说这事儿，他们自己提出来了。愣王，你去准备些钱，我们明天一早动身，我还有松林还有你大姐全去，这个大龙小凤我也带着。大哥，这是商量呢还就这么定了？定了，商量什么？老王，你别在这给我掉脸子啊，你掉脸子我不喜欢看。哥，我可不敢给你掉脸子，你说个准数我好准备。10000大洋。10000大洋？嫂子，小妹，松林，你们也劝劝大哥，就这么把10000大洋给捐了啊？我是不看报，可是我也关心局势啊，光从前方一下就下了几万人，你说有伤员、病号、军人，咱们庄园哪能管得了那么多人的吃喝？我知道你心疼钱，但是愣王，唇亡齿寒，皮之不存，冒之焉附？哥，这钱挣得不容易呀。当亡国奴比要饭可要遭罪，不商量，就这么定了，10000大洋去准备吧。
这个愣娃不高兴也有他的道理，这些年他管庄园的财产也不容易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咱们送这车大洋，也让宝子这个孽种看看，他会给咱们引来无数的鬼子汉奸。我准备在柳镇跟他打一仗。啊，刘哥，真的要打了？刘哥，你想好了要打？我想好了。对了，那个李先生，他不在学校了，他去上前线了。以后学校的一切事情都由子苏负责。我现在累得像头驴，咱大哥倒好，这一张口就是10000大洋给捐出去了，你说你也不去管管？捐给谁呀？还能捐给谁呀？捐给那些从咸方下来的那些难民，还有伤病号。啊，咱大哥为这镇子出钱办学，我不说什么，可和那些人八竿子打不着啊，凭什么咱们就捐了？那是咱大哥在支援抗日前线呢，我不管，这事你别跟我说。抗日？大哥，大哥，宝子那小子怎么办？先扣他2天，等我回来再让他走。啊，大舅，打扰了这么多天了，我想告辞了。就在这儿多待2天吧。啊？也好也好也好，在这儿多陪陪我小姨。哎，你们这个拉这么多大洋是要转移吗？不是转移，这车大洋是拉去支援抗日前线的。你大舅我不会到任何地方去，啊？好好好，那你们忙去，我去找我小姨。啊。二红，咱大哥可发话了，说宝子现在还不能走，啊，等大哥回来才能放他走。小姨，啊，宝子，啊，姨父也在呢。哎，宝子，快坐。小姨，我跟您说说心里话吧。说呀。嗯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，其实我这趟来就是想好好看看你，住几天就走。可是我发现姨父可能对我有点误会，我可能走不了了。嗯，我想和姨父当面解释一下，您看好吗？宝子，来，先喝水。啊，宝子，你发现什么了？我姨父派人盯着我。啊，嗨，盯着你就盯着你，宝子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姨父不会动你一根毫毛的。你是我外甥，他不会动你的。啊，小姨是不是听我姨父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不说什么，你别管。我姨父看在小姨的面子上，不会对我怎么样吧？没事，宝子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
小姨，我现在想走，你能送送我吗？啊，宝子，小姨这两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过两天送你走。可是小姨，我怕我过两天走不了了，我求求您了啊！路上要小心啊，宝子。嗯，好的，小姨。大舅，哎呦，宝子，这就要回去了。谢谢大舅这几天的照顾，我告辞了。什么时候再来啊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上回跟我说那个袁立章先生是共产党，我查过了，他还真是共产党。谢谢大舅对我的教诲，告辞。小姨，那我先走了，我会来看你的。走吧，我等着你。爹，你怎么放他走了呢？你们放心吧，这小子他还会再回来的。何？リュウチンは我々に協力をする気がないと。はい。そう言ったな。いいか、リュウチンは我々にとって重要な基地となることに違いない。何としても占領せねばならんのだ。君の親父は協力をしないというなら、我々は攻撃を開始する。君が団長としての手柄を立てる時だ。分かったか？老子当了汉奸了，刚才我看见他进了日本司令部了。这个杂种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混蛋的事儿啊？咱俩含辛茹苦养他20年，他居然去做汉奸，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呀？我生不如死。聊什么呢？宝子，你还敢来？怎么了？娘说，往后我要干什么事儿，怎么干，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。你们俩老了，老了是弄不成事儿的。如果想报仇夺回柳家庄园，我再也不会听你们的了。你不听我们的可以，可是你不能当汉奸，更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。你知道日本人来中国，他们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一个人回柳家庄园，杀了柳云轩和那个要饭的，凭你们两个，凭我？你不夺回柳家庄园可以，可是你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。我不跟你们俩唠叨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不能去找日本人。你要是找日本人，我一枪就打死你！杂种！鬼子把咱们票号商号都给占了，你还替他们办事儿啊？这是报仇吗？这是认贼作父！我打死你，杂种！你们俩还挺爱国啊，可谁爱你们呢？你们俩把我养了20多年，就是为了让我报仇。可我现在要报仇了，一个拿凳子，一个拿枪指着我。把枪放下，别拿枪指着我。老了得服老。放下。Thank you.
就这样吧。我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东西你们收着吧。你找谁啊？这个庄园里头是不是住着一个叫柳云轩的？你敢直呼我们柳先生的名字？他是我哥。啊，你是大小姐啊？哎，来来，请请请。哎啊，我哥现在叫柳先生了。对对对，叫柳先生。这方圆五百里啊，都管咱公馆当家的叫柳先生。我进去通报一声好吗？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啊！这辈子把我折磨的还不够吗？我怎么又养出这么个小孽种来呀？啊！别哭了，等我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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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哭了。哥，我能做点什么？你说吧。你什么也不用做，这事儿啊，有哥在前面顶着呢。你这次回来，我就让你待在我的身边。不行，我得去，我去跟他说，我是他亲娘，他能把我怎么着？我还是他亲大舅呢。他这回回来拎了两把枪回来，要报仇呢。他让我出来给日本人做事，我当时就想杀了他。我想给他讲时局，讲亲情，有用吗？没用。妹子，你这次回来就待在我的眼皮底下，哪儿也不能去。这个当了汉奸的人，那心都是黑的，即使他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杀鬼子杀汉奸那是男人的事，你就老实待着，待在我身边，我得照顾你们两个。别哭了。这事儿也怨我，当初冷娃几次要杀了他，我还一直护着他。我想着怎么说他也是我亲外甥。姐，咱哥的想法和我一样的。不行，哥，我是非去不可了。这把枪是我男人给我的，让我防身用的。这辈子干尽了让我爹娘操心的事情，把咱爹娘也给气死了。我不能再让这个小孽种把你也给气死了吧？我去放了他。等。哥，我也去，毕竟我是他小姨，他还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去了，还能给我姐出出主意。你们两个死犟劲儿，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没你们女人的事儿。老实待着。冷王，派几个弟兄守着他俩，别再给我惹事了。记住，这件事哥来办。大红，听你哥的啊。行了，听话，二红。还有大红，回来了，好啊，啊。咱大哥想好的事儿，那是改变不了的啊！姐，别哭了，姐。二红，二红啊！
这辈子命苦啊，二红。不哭了啊，姐。我就是想弄出点动静来。我知道。可总是弄出这样那样的丑事恶事见不得人的事儿啊。就冲这小子他干的那事儿，我真想宰了他。想想我那个男人啊，他是把我抢走的，可他也是战死在战场上的，他是让这个鬼子给打死的呀。可是这个小孽种，他当了汉奸呐，杀咱们自己中国人，你说我能不气吗？我姐，别说了，咱俩呀是打了一辈子了，可是你不知道啊，这些年我是撕心裂肺的想你呀。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哭。姐，咱哥的性子你也知道，他说出来的话那是不会变的呀。不哭了啊。二红，咱们到底是亲姐妹呀，今晚上你就陪陪我吧，咱们睡一张床上。我的心里啊乱糟糟的，20多年了，那我怎么让我一场灾祸连着一场灾祸呢？啊，姐不哭了啊。这些年啊我都知道，我心里都清楚，我这些日子全陪着你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不哭了啊。二红姐，我这辈子我是怎么活的？我活的可真傻。前20年我为了那个老东西付出了青春和年华，可我落得一无所有。后20年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宝子身上。我原本想，我只要自己养了这个儿子，我这辈子就有希望，就有奔头，盼他长大成人，为我报仇。可结果呢，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。太太，您该喝药了，您该喝药了。喝药，有些病不是喝药就能治好的。就说咱们宝子吧，咱俩是不是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的养？可是他竟然拿着枪要杀了咱俩，咱还不如养一条狗呢。旺财，你是一个忠心不二的人，你这辈子跟了我受了不少委屈和艰辛，你不能再跟着我了。咱柳家庄园只剩下这两根金条了，你拿着留着自己用，去投奔柳云轩吧。太太啊，这可不行啊，
那柳云轩非把我浑身打成筛子。他不会的，他肯定不会的。你到了柳家庄园，你就跪在大门外，一直跪到能够见到柳云轩为止。旺财，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去的，说你要杀鬼子，杀汉奸，杀宝子这个败类。我相信他不会杀你的，柳云轩，他是一条汉子，在这20年里，他就是只当先生不当爷，他把方圆500里的百姓都敬着，他这是积大德行大义呀。当初我就看他是一条汉子，今天我更敬佩他。我这辈子我只求他最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替柳镇杀了宝子这个汉奸，中国人的败类。手是不抖了，娘。爹，这儿只有我们四个人，我想跟你们说件事。说。我和小妹都想好了，让我们出去闯荡闯荡吧。儿子，会流血会死人的，啊？你看，爹没出去闯荡，现在爹对抗日的贡献比你们少吗？嗯，我和你娘把你们俩留在身边错了吗？哎，爹，像你这样说我就说不清楚了。你说不清楚也得说，必须说清楚，要不然不让你走。爹，你常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，国难当头我不在乎死也不在乎流血。过来歇会儿，坐下。爹要好好慰劳慰劳您。爹，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您这是真慰劳我还是想留住我？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什么日子？你问你娘。娘。哥，快想想，想不出来，爹不会让你走的。啊！
爹、娘，你们养育了我18年，养有跪乳之恩，压有反哺之意。今天是我18岁的生日，我要参加抗日，报效祖国，来报答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快起来，儿子！行了，行了，起来吧。来，今天我们一起给你过个生日啊，娘。爹，娘，你们真的放我走了？真的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这是你们年轻人应该有的志向。大龙，18岁了，以前爹娘不让你喝酒，但今天这杯酒，就算是你的成人酒。我和你娘祝你以后上战场，杀敌立功，报效国家。喝。柳先生，柳先生，来了一辆马车，上面拉着一个病号，说是袁先生。在哪儿？我让他进来了，你看怎么安排。我在房间，快点。好，走，来，快。快，这边。刘先生，这是我们师长，他受了重伤。他告诉我们把他送到这儿来养伤。刘先生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。你们师长怎么受的伤？我们师长中了3枪，有一枪打在胸口上，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但是人还没有醒。你们的师长是我的恩师。哎，你们马上啊，收拾一个干净房间给袁先生养伤。啊，好，快快快快快快快。刘先生，您的庄园还能安排多少伤员啊？啊，你有多少伤员全送过来。不能选来，人太多了。你看你这里还能安排多少啊？我们这儿有几百间房子，你全送过来吧。我们这儿就是没有医生。医生我没有，全是战区医生。可是伤员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地方安排啊。再说医院都是露天的，一下雨就更糟糕了，伤口见了水就化脓，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，我们也缺少药品。药品的事你别着急，我会派人到省里和县里去买。你需要多少救护人员，我可以发动学生，实在不行还有我的家人都可以上。啊，我代表战区医院向你表示感谢，刘先生。别谢，去，你们快去忙去啊，忙吧。来，都放里面，慢点啊。那身衣服脱了，你看你的一身血。别说了，赶紧给我喝一口，快点。你不会自己倒啊？哎，我手脏，你快点快点给我喝一口，渴死我了。哎呀，今天又死了一个士兵。哎，小翠儿来了。老爷，快去扶着太太洗个澡。知道了，老爷。洗澡水放好了，干净衣服也放好了。嗯，哎，给太太用那个我从省里头买的那个上好的椅子，是，顺便把那衣服给扔了。是，老爷。Thank you.
小凤，爹为你今天的举动感到自豪。刚离开父母吧，可能还不到二十岁。是啊，他和你差不多大。云轩，岳先生，醒了，醒了。岳先生，你对我隐瞒身份呢？我有你这么个抗日老师，还是个师长，是我的荣幸啊。云轩，听我的军医讲，你这几天一直在精心照顾我，还照顾我们的伤病员。不是，我天天照顾您，是那个大龙和小凤天天照顾您。你一下子接待了几百名伤员，把你的公馆折腾得够呛吧？我就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已经布置过了，准备立刻撤走。我们是八路军，是有纪律的。不是说什么呢，袁先生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啊！我早就觉得你的身份不一般，没想到你还是红军的人。嗯，对了，现在是八路军了。还是个师长呢。我这个师长啊，在危难的时候还不是你帮助了我吗？我本来是想做学问，可是这个时代不让我做。我想等将来抗战结束了，我要把你的事迹好好记录下来。你在这个小小的柳镇搞得不错呀，实现了自己的社会抱负。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袁先生夸大了。你看看，全免了农民的地租，办小学，还办高级中学，你还把庄园的财产搞成了公有制，这可不得了啊。这是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走出的一条新路。你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那是殊途同归的。哎呀，不敢不敢不敢，袁先生，这说起来惭愧。这我年轻的时候吧，一腔热血求民主，这民主没求成，小命差点搭进去。你给大龙的书啊，我看了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才是中国的希望。我呢，就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小事情。你们是做大事的，啊，你们保了国家的平安吗？我是担心啊，这百十号人在你这住下去，会给你增加很多负担的。哎呀，没有。袁先生，我看了你们发的传单，啊，你们八路军的抗日经济政策不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吗？我是响应你们的号召了。袁先生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培养的这些学生，改变了我们整个柳镇的面貌。啊，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要参军，现在只要在柳镇上号召一下，就会有好几百的年轻人参加八路军。哎，这就是一个，啊，刚年满十八岁，我已经答应他参军了。袁先生，要参军，我只参加八路军。嗯，等您伤好了，我就跟你一块儿走。大龙啊，现在是战地医院，不是参战部队。你想参加八路军，可以到我们军部去。谢谢袁先生。袁先生啊，你好好养病啊。好，
我过两天再来看你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啊。好好好，哎，什么兄弟姐妹亲儿爹妈，这辈子不敢大声说话，是去是辱是怨是恨都吞下，你却要记我记得，你女人也很强，男人也很傻，任你手黑心狠一切诡诈，黑白颠倒人心鬼话，路有坎坷天生尽到大名的抓，也得要仗剑修筑，一起发。